大家好，我是新加坡华乐总会理事，新加坡笛子学会会长，上海音乐学院竹笛教授詹永明，非常高兴与鼎艺团一起庆祝十五周年生日，喜报传喜讯，鼎艺十五春，春风桃李香，大喜艳阳春，常在千里志，立志会难图，锦绣千里路，更上一层楼。鼎艺团走过重城十五年，我见证了鼎艺团这十五年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。十五年前，一批莘莘学子从南洋艺术学院毕业，组建了鼎艺室内乐团，在新加坡华乐前辈郑朝吉先生、著名青年指挥家郭永德先生及华乐各界同仁的大力支持下茁壮成长。数十年来，特别在国家艺术理事会及乐团董事的坚强领导下，走向了专业化道路，数以春秋，风华正茂，几载耕耘，硕果累累。值此鼎艺团十五周年之际，我恭祝鼎艺团出人才、出作品，真正成为全球华族室内乐团的第一品牌，并在新的征途中再谱新篇。